室内不吸烟不只赚到10000块，更赚到许许多多人对你的感谢哦。谢谢您为了我们室内不吸烟，更为了我们所爱的人们，谢谢你，也谢谢全台湾所有的卫生稽查人员你们的辛劳，因为有你们让台湾健康又清新，室内不吸烟，利人又利己。谢谢您，室内不吸烟。